Hello， 大家好。我们都知道 RO 一直有在慢慢的开放各种的宠物的抓取跟喂养，甚至还有 BOSS 级的，只要收集到需要的组合材料就可以进化。而今天的影片呢，是要来实测，如果用十个抓宠道具来抓相对应的宠物，可以抓到几只。这里呢，要先感谢狂热宠物收集玩家的大干爹赞助的抓宠道具。那我们就开始吧。首先呢，是玻璃。玻璃最多的地方在中央南门出去的这张地图。抓取玻璃的道具会消耗一个青色苹果，而喂食玻璃的道具为苹果汁。再来，在同一张地图上还可以抓到宝贝玻璃，抓宠道具为青苹果，饲料跟玻璃一样是苹果汁。这里另外再提醒大家，要抓取的萌物的 HP 总量，实际上跟成功抓取的几率提升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土玻璃最多数量的地方在孟罗克北门出去的这张地图上。抓土玻璃的道具会需要浓缩柳橙汁，饲料会需要黄色药草。接着是波波利，波波利最多的地方在波利岛，从中央的南门下去的地图之后，再下去一张地图，往右边的地图就会到波利岛。抓取波波利的道具会需要一个苦味草，饲料为绿色药草。以上这些波利系列的宠物的装备道具都是宠物书包，宠物书包可以向各大城市的宠物商人购买取得。沙漠幼狼最多的区域在孟罗克南门出去往右的地图上。沙漠幼狼的抓宠道具为营养大谷，喂食所需的饲料为宠物饲料，而它的宠物饰品为潜水头盔。开启神秘箱子或是神秘纸箱的话，会有几率取得。另外，打气泡虫也是有几率掉落。蘑菇最多区域在传送到北洋之后，往右边的船点进去的地图。蘑菇的抓宠道具会消耗一个青苔，饲料为宠物饲料。毒蘑菇的区域在吉芬右上角的地图。毒蘑菇的抓宠道具为青嫩毒草，饲料为宠物饲料。它的宠物饰品为树皮裤。树皮裤要打艾斯蜘蛛会有几率掉落。狸猫跟毒蘑菇在同一张地图抓就可以了。狸猫的抓宠道具为怪物番薯，所需的饲料为宠物饲料。它的宠物饰品为红色领巾，打虎吸人或是魔灵娃娃有几率掉落。大嘴鸟最多的区域在中央南门出来之后，再往下面的一张地图上。需要的抓宠道具为营养蚯蚓，饲料为宠物饲料。它的宠物饰品为变形锅子，变形锅子打土拨鼠有几率掉落。溜溜猴最多的区域在普隆德拉右上角的原野区域02。再往右边船点过去的地图上，抓宠道具为魔物香蕉，饲料香蕉汁，宠物饰品为猴子发箍。开启神秘箱子或是神秘纸箱有几率取得。另外，击杀兽人英雄有几率掉落。小鸡最多的区域在孟罗克南门出去的这张地图上。它的抓宠道具为变态蚯蚓，饲料为红色药草。它的宠物饰品为宠物蛋壳帽，宠物蛋壳帽开启神秘箱子或是神秘纸箱有几率取得，或是打蛋壳小鸡有几率掉落。再来是风兔，风兔最多的区域在普隆德拉北方的地图上。风兔的抓宠道具为彩色红萝卜，所需的饲料为红萝卜汁，宠物饰品为宠物发带，
击杀史丁会有几率掉落。摇滚蝗虫，摇滚蝗虫最多去在普隆德拉南门出去之后往左的地图上。摇滚蝗虫的抓虫道具为泥兰花，喂食饲料会需要宠物饲料，宠物饰品为蝗虫眼镜，可以向宠物商人购买取得。贝蒂特地龙，贝蒂特地龙最多的区域在吉芬左边船点出去之后往左再往上的地图上，或是可以到吉芬之后直接找喵喵卡普拉传送选项选择古城就到了。它的抓虫道具是闪烁之石、饲料、宠物饲料，宠物饰品为宠物发夹，宠物发夹也是开箱子有几率开到。小巴丰特，小巴丰特最多的位置在迷藏森林三楼。迷藏森林的位置入口在普隆德拉正上方的地图的这个位置上。抓虫道具为恶魔召唤书、饲料、蜂蜜，宠物饰品牛角骨灰，骨灰也是开箱子会有几率获得。苍蝇，苍蝇最多位置在吉芬城的右边船点出去的这张地图，它的抓虫道具是腐臭之鱼、饲料、宠物饲料。接下来是绿苍蝇，绿苍蝇最多的区域在斐阳正南方的船点出去之后的地图，再往左两张的地图上，抓虫道具为锈铁，饲料会需要铁矿石，而它的宠物饰品为宠物防毒面具，也是开启神秘箱子或是神秘纸箱有几率取得。这几只的宠物饰品也可以到艾尔帕兰，到这里找到一个魔物认养的 NPC， 拿来材料就可以兑换宠物饰品。好的，那这一部十个抓虫道具的实测总计数量为，那因为我只能实测自己身上有的抓虫道具，所以二部的实测可能就不包含剩下的其他所有种类的宠物咯。那抓虫道具的部分没有提供资讯的原因，是想要让有兴趣抓取相对应的宠物的玩家有一点实际参与的乐趣。好的，那这支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咯。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或是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记得帮我按个赞。那我们就抓虫二部再见，拜拜。